保证书起到个什么作用呢？如果再告状，那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那我不行。既然不告了，那为什么不敢写保证书呢？不是不敢，这事情不是这么个事情，这你也不是这么个你，是吧？我有冤屈可以不申。 但是我不能写这个保证书啊！这个保证书一写，就好像我错了，这一时错倒没什么，那么这十多年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全部都错了吗？